神宗对我们眷顾啊。除了小时候的那种纯情和这一次的偷情，这个混蛋抢了我的人，可我真的嫉妒的要发疯了。你爱他什么？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，我不喜欢有情人身的人。我每当想到我自杀，这种爱情真深刻，就像拿刀刻在我骨头上。我要忘记，既不是你丈夫，凭什么管我啊？我下了，我算什么人？只有我不会离开你。何丹，学会了给谁指啊？给我爸。我才不信你呢。技不如人啊。哎，你说我现在学雕塑晚吗？那看你要雕什么吧。你得先告诉我你这门手艺荒废了没有。教你还是有富裕的。那行。哎，难吗？说难也难，说不难也不难。好，我想学雕一把椅子。为什么？想搞点行为艺术，用以纪念我自己。陆小伟呗，本来说好了我们俩分的，这下再说这地方他怎么不让抽烟呢？你说，亮，我在这儿不合适吧？我能干嘛？你就陪我一会儿吧，要不然一会儿他一出来，还不杀了我？你就哄呗，在边上你什么计划说不出来，有事儿呢。小二，先别忙设计，先坐好。夏雄兰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这个情况我还是不大清楚，但是夏雄兰，你不要讨厌好不好？现在已经五点了，我得接孩子去了。那个。
一会儿让夏承南把你送回去，你看行吗？我明天一大早就来看你，好吗？只要有空，你就送我一下。你休息吧。不用不用，慢着点走就行了。再往下一点。差不多了吧？哎，李荣。对呀。你来接我了。嗯，差不多了吧？这个，嗯，行了，行了，老陆，咱们回家吧。啊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嗯，好。真搞不懂，非要用弄个椅子，怪闹的。我也有点累。怎么了？没事。那我先回去。哎，啊，好，再见，爷爷。哎，嗯，哎，啊，哎，张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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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好，我马上去。突然就晕倒了。啊，丽蓉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啊，会好的。她刚做完手术，啊，没事的。对，我听说刚做完手术，病人会有一段不适应，坚持过去就好了。对对，你别着急啊。大夫，谁是病人家属？是我。你什么？情况不太妙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大脑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家属应该有心理准备。我要是不行了，帮我把那把椅子坐完，在上面刻上我的名字，就当是墓碑了。等你们以后有时间来看我的时候，以后有个地方坐，不用累着了。我体贴吧。他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也这么想过。你看过《诺丁山》吗？里面有一个场景，是在一片绿地上，有一把椅子，上面刻着一个人的名字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块墓碑。在北京的时候，跟夏承南一起看过。我记得，我跟他说，我现在越来越脆弱了，只能看一些温馨的片子。后来，我还介绍给陶丽蓉和张兰看，没想到，都怪我。你觉得他会好起来吗？你打算帮他完成吗？真没想到，我们这代人也开始面临生老病死了。
我要去医院替丽蓉了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明天不是还得上班吗？反正我也闲着。也好，那我争取明天下午过去。那我先走了。本节目由澳门新葡京娱乐城独家赞助播出。打开新葡京娱乐城官网，www.994466.com，500万提款火速到账，官方直营，大额无忧。野鸭，我再也经不起生离死别了。丽蓉，丽蓉，嗯，你快看看张兰。张兰，张兰，张兰，哎，快去找医生，快找医生！张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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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张兰，醒醒啊！张兰，张兰，你醒醒啊！喂，我是何丹。何丹，你怎么了？张兰走了。
了，跟化疗的那边。笑得最后，笑得最美。行，我和夏承南早就约好了，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小孩，我们要把第一次全都献给对方。哎呦，你还真不知道害臊啊你啊！永远都不变心。我和周小静也是。哎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不管将来遇见谁，我和我遇见的人不能相爱到老。但是我们却爱到了死。看你们都回去了，我想在这一个人陪着他。走吧，走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吧。行。什么时候回北京？西湖宾馆，你去的。吃了安定，应该是睡了。你有什么打算？你指什么？还要一个人硬撑下去？不知道。我觉得他还爱你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也爱他。可是我们已经那么深的伤害过彼此。何丹，所有伤害在时间面前都不值一提。尤其你们的伤害是出于爱。如果你们不爱彼此，就不会互相伤害。那你呢？你和周小静，对，我甚至愿意原谅周小静。这世界上本来也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我们是不是很傻？为什么？现在还有什么人会要把初恋一直坚持到最后？我们是不是老了？不合时宜了。我不在乎时代变成什么样子，我只知道，到了这个年纪，我们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。为什么就不能在变化的时代里做一个坚贞的人呢？其实这种坚贞是我们在经历了背叛之后才明白的。可是我怕他还会离开我。他说过他习惯了一个人生活。不要患得患失，何丹，不要当你想放下一切去爱他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因为我们不再年轻，所以才要抓紧时间啊。
小静，我也住这儿。再来坐。我和张兰并不熟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说。没关系，我们都是同龄人，居然都开始面对死亡了，可爱情还是没结果。我以为婚姻对我不重要，所以我离了。可当我离了，我才发现我可以没有婚姻，但是那种相依为命的感情像是我的根。你想要白眉复婚？老夏，难道你没有被这件事刺激到吗？我才发现生命像纸一样薄。我不知道你罗少，但是我想再试试，趁我还年轻，趁我还健康，头发还没掉光，还没有满脸褶子，还没有和哪个陌生的女人再结合，我想试试这多年来的感情能否成功。这是给家里男主人准备的。行，没问题。好嘞，行李员，行李。再见，再见。
红军，你得跟上来，红军跟上来。本节目由澳门新葡京娱乐城独家赞助播出。打开新葡京娱乐城官网，www.994466.com，500万提款，火速到账。官方直营，大额无忧。我就是让你送我一样礼物，一分钱也不能少。那你一直会带吗？会啊。那万一有一天你胖的都带不进去了呢？瞎说，我才不会胖呢。师傅，我要是以后长胖了带不进去了怎么办啊？
那你拿回来，我再给你几个红豆，重新穿一下。真的？谢谢。不客气。自己就没底了吧？我要是胖了，你就不喜欢我了吗？不会。要是连着手链都戴不进去了，得胖成什么样了？你自己都把胃出现了吧？你买点什么？这条手链能穿上吗？这个是在我这买的吗？对。哎，难得你一直能保留到今天呢。难得能保留到今天，难得一直保留到今天。这条手链送给你了。陶总，您的开车语写好了吗？嗯，马上。生物是一个自问自答的过程，所有的答案都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，我们不得不伤感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生命会在哪一刻结束。可是回首前尘，当看到有山有水有爱情，仍然不枉此生。替死去的人活下去，爱他们曾经爱的人，完成他们的理想，这是我们卑微的愿望，也是奇迹出现的开始。守候。
时间和地点是怎样的缠绵，有多少远距了，多少还依然，我依然期待无法释怀，有种难断的情感喂，你好，我是夏城南。我昨天在你们那订了一张明天到杭州机票，我现在过来取。哦，夏先生，稍等。对了，你订的是周五3:40的那个航班吗？对。请问还有没有更早的航班呢？有，还有3班，8:45、9:43，还有10:50。那我可以改8:45来吧。我先过来取。其实夏先生，原来订的那班火车今天航空不大，太早过去，万一没有饭降不下来，或者这边根本不会取消。没事的，我回去会有误的。先生是杭州人吗？对。今天好。今天好。总在不经意之间难忘。
别去。